因为这个成年男子组特别凶悍，真的，我不骗你，等一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叫你们要保持距离了。这个不是可爱动物区哦，这个是凶猛的哦。这个成年男子组特别凶悍，真的，我不骗你，等一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叫你们要保持距离了。这个不是可爱动物区哦，这个是凶猛的哦。在追击，集团在旁边，好，提醒各位离开一点哦。
现在有三位选手在领先集团，一位是墨西哥，两位中华台北的选手。